超级冷还是很火热，你更喜欢什么？观看乌虎上的新视频，里面是关于火热和冰冷的姐妹恶作剧的。晚餐准备好了，给我冰冷的女儿美味的冰块。给我火热的女儿明火，好胃口哦，女孩们。嘿，妈妈，她又在烦我。哦，冰柱，你最好小心一点。这些女孩太过了。是艾利克斯，冷静点，冰块，没那么快，小心，很滑。我的运动鞋，好的，冰柱，你先。哦，门把手太烫了，骗到你了。冰霜发型怎么样？我的头发，我会搞定你的妆容。哦，不，热量融化了。嗨，艾利克斯，我想我要走了，我今天有很多事要做，拜。你好，耶，我来了。我冰冷的姐姐忘记了她的笔记本电脑，完美。我正要加热我的帕尼尼。压紧，尽可能加热。我的帕尼尼好酥脆，好好吃。笔记本电脑做出了很棒的帕尼尼三明治。这什么？一台有双层奶酪的笔记本电脑，非常感谢妹妹。我火热的妹妹正在和男友一起放松，不要让帅哥一个人待着。我知道怎么毁了这个约会。嗨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怎么了？哦，不，你冷吗？艾利克斯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为什么穿着外套？我感冒了。热了，我需要一些凉凉的汽水。嗨，姐姐。哦，不，我忘了吸管。我要加热你的芬达冷霜，为了确保你不会感冒，我们把它煮沸。完美。真烫，我的舌头，大错误，姐姐。我火热的妹妹正在准备约会，太棒了，我会冷却她，我会冻上她的毛巾，尝试用冰擦干。我的毛巾怎么了？完全冻住了。我没有时间弄清楚，我需要穿好衣服。哦，不，我超酷的衣服，他们也被冻住了。哦，姐姐，你会后悔的。冰冷的姐姐正在建造一座小冰堡。但是火热的妹妹有自己的计划。打开夏季模式，冰城堡融化了。你毁了一切，你这个火热的怪物。想玩飞镖吗？好的。
谁会赢？每个姐妹都有自己的飞镖。火热的妹妹的飞镖像她一样热。哇，这是一个火焰游戏。嗨，姐姐的飞镖被冻住了。哇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冰。扔，冰冷的飞镖摧毁了她火热的对手，目标达成。我真的很喜欢她，她很聪明，她让我的心冻住了。再见，我需要清爽一下。哇哦，那个女孩好火辣。哦。在这里，冰块火在呼唤我。什么啊，运气不好。我们晚餐吃寿司。我可以尝尝吗？好好吃。哦哦，你的筷子燃烧了。对不起，你没法再吃寿司了。你对我不太了解，妹妹。这是我新的冰筷子，你的恶作剧没法阻止我。我爱寿司。冰冷的姐姐正在为约会做准备。她要做的只是带上冰河世纪的配饰。哦，嘿，姐姐，你看起来像冰雪女王。我来整理一下你的妆容。我会同时加热你的首饰。哦不，我的项链，剩下的只是湿乎乎的衣服。我的约会对象已经到了，真是个悲剧。嗨，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融化了一点。你仍然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。够了，冰柱，我讨厌你的恶作剧，你在玩火。我讨厌你的暴躁脾气，你一直毁我的生活。火和冰。哦不，天花板在下雨，这表明该开始和好并停止吵架了。因为我们是姐妹，因为这比任何事都重要。叠叠乐，我喜欢。我们玩吧，姐姐。当然，加入我。女孩们很努力。多么紧张的时刻！歌迪非常紧张，他把内心的火转移给了叠叠乐。哇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烧你的塔的。干得好，歌迪。谢天谢地，附近有个灭火器。嘿，妹妹，你想要吃彩虹糖吗？当然，这些不同寻常的女孩有自己吃彩虹糖的方式。火热的歌迪只吃红色的糖果，冰冷的六月只吃蓝色的。就像另一场挑战，袋子里哪种颜色的糖果更多，冷的还是热的？哦哦，没了，我们吃完了最喜欢的彩虹糖，其他颜色对我们来说并不好吃。你喜欢我们的恶作剧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，告诉我们你更喜欢哪个姐妹，像火一样热的女孩，或者像冰一样冷的女孩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和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呜呼上任何有趣的新视频哦。